停车格歪歪斜斜，一格写着脱掉，一格写着私人用地，明显就不是正式的停车格，地点就位在巷子里。附近住户颇网抱怨，现在是脱掉的白线都自己画就好了吗？难道我家门口前面的地都变成你的了吗？车子停那里，就说他们的地啊，就要叫脱掉，可是警察说没办法脱，对你们造成很大影响啊！你看画到这样，就是我们只能站在线里面嘛。我们这边也有我们自己的土地，可是我们没有画起来，要看看每个人的道德。位于高雄凤山这块地，到底谁能停？附近居民吵翻天。实际找到地主，他拿出地籍图，解释这是私有地，因为有住户占用，导致巷弄变窄，影响通行，才会划线。我的车啊，我的地啊，别人嘛拢随时来就给你乌白坑啦。啊，我是讲安尼吼，我讲安尼吼，较有一个小可。管理安尼的。有关民众私画停车格一案，经本所前往查看，系为私人土地，不无违法、处罚、违规之形式。交通局调查，这条路的确未征收，属于私有土地。警方认为划线没违停，但地主划脱掉私有地等字句，要是真的有人停车，也无法动员警力脱掉。目的只是想提醒不要停车。三立新闻张哲如惠山高雄报道。